劳动创造幸福，实干成就伟业。这里是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同举办的2022五一国际劳动节新年新特别节目《中国梦劳动美》。我们向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劳动者们致以崇高的敬意，祝大家节日快乐！民生在勤，勤则不愧，劳动创造了我们的民族，在中华民族的丰碑上，史册里镌刻着每一个勤于劳动、善于创造的我们。觥筹为志，业广为勤，从一项项鼓舞人心的行动，到一个个脱颖而出的典型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，奋斗着一个个有理想、守信念、懂技术、会创新、敢担当、讲奉献的我们。不惰者，众善之师也。致敬每一个爱岗敬业、争创一流、艰苦奋斗、勇于创新、淡泊名利、甘于奉献的我们。致敬每一个执着专注、精益求精、一丝不苟、追求卓越的我们。4月27日，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举办，贺信中强调，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、劳动精神、工匠精神，适应当今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需要，勤学苦练、深入钻研、勇于创新、敢为人先，不断提高技术技能水平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制造强国战略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智慧和力量。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荣耀之日，在迎接党的20大胜利召开的喜悦之年，让我们共同唱响中国梦劳动美的欢歌。光荣属于劳动者，幸福属于劳动者。你能完成任务？我们的目标是大海深处。咱们要经历的考验，不仅不可能打折扣，甚至会比国际标准还要严格。我现在一心就想着，我不能再让我们西海固的人民受穷受苦。贺信让我备受鼓舞，我会坚持开拓创新，为迈向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。
齐全，每颗星光芒万丈，生长的骄傲挺立胸膛，红日上高高飘扬的信仰，做个顶天立地的栋梁。放眼望山河海，万峰地上，澎湃的荣光奔向东方。天地间国立天下的榜样，梦想百年燃烧太阳，风华正茂的激荡。我要将梦生怒放，我要向中华力量，我为国家，我为我强，我心向往尽飞翔。我要将铁骨脊梁，我要将大国摇扬，我为我家，我为国强，看我东方中华强。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资源、能力、底气，要做我们就做得最好。放眼望山河海，万峰叠嶂，澎湃的荣光奔向东方。天地间国立天下的榜样，梦想百年燃烧太阳，风华正茂的激荡。天河所踏十二烟分，日月安主列星安辰。梦到天宫里，见长庚星科，忽自月边飞至。柔情似水，佳期如梦，忍顾鹊桥归路。东指西河能属马，海辰新生石山下。白兔捣药秋复春，嫦娥孤栖与谁邻。玉京群帝极北斗，霍其麒麟依凤凰。在无垠的星辰大海间，新时代的中国航天人描绘出写给未来的图景。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，一颗颗创新的种子也在生根发芽，焕发出勃勃的生机与活力。 5G 专网全覆盖，自动巡检机器人，远程控制无人开采，这一次次的创新实践彰显出中国智慧的使命担当，开拓出中国特色的强国之路。让我们对这条道路上
千千万万的追梦人说一句：奋斗的你了不起。啦啦特别荣幸能用这样一首歌来致敬千千万万的奋斗者，正是因为他们，我们的生活才能更美好。在春天的牛鸣里，喜欢看你奔跑的模样，在夏天的海浪里，想与你一起扬帆远航，在秋天的果香里，喜欢看你自信的目光，小梦想。啊，奋斗的你了不起，落下的汗水一串串，化作路途上最美的太阳。美了四季，坚持自主创新，让轨道交通线路越来越安全化、数字化、智能化，是我终身奋斗的目标。化作夜空中最美的月亮，飞越飞了我的梦想。啊，奋斗的你了不起，落下的汗水一串串，化作路途上最美的太阳，美了四季，醉了我的心房。奋斗的你了不起，追梦的脚步一串串，化作夜空中最美的月亮，美了岁月，醉了我的梦想。化作夜空中最美的月亮，美了岁月，醉了我的梦想。一颗两颗星火照亮整个山海错落，山海才如此磅礴，奔腾着。三颗四颗青春点燃袅袅人间烟火，人间才如此鲜活，灿烂热爱着。满天的星星流转起落，默默地守护所有光明磊落，柔柔的光辉穿过黑夜，横跨过云雾，一颗一颗，一颗一颗，汇成银河。外国人能搞的，难道中国人不能搞？
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我一定要全力以赴考试。无私奉献，无怨无悔。一颗两颗真心感动多少。今天的爱国呢，就是爱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。爱房点就是要把房点的事业办成，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。消除疟疾是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的需要，让我们共同努力。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，我们没有，我挺想试一试。作为一个航天员，执行航天飞行任务就是自己的天职。透过舷窗好好看看这颗蓝色星球，看看我们的祖国母亲。他让我给他和他的同学要摘星星回来。摘星星的妈妈回来了。柔柔的光辉穿过黑夜，横跨过云雾。我创作这首歌的初衷就是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守护者，他们的光芒汇成星河，照亮祖国的山海。闪烁，导演，来。江辉啊，我准备拍一个关于工人的故事，你先看一下剧本。加快经济发展，加快改革步伐，进一步抓住濒临沿海的区位优势和市场机遇，激发生产活力，争当生产能手，安全生产，保障就业。老梁，你干什么？来一段导演，没问题。哎，大家伙把手里的活放下啊！来来来来，我来说两句。上个月啊，厂里的效益不错，尤其是老梁一个人呢，完成了两个人的活。哎，那这就是奖金。哇哇，哎，厉害呀！老梁，怎么这么努力啊？这不因为女儿上学吗？厉害啊！努力。
知道，劳动可以让日子越来越好。下个月就是技能大赛了，必须要认真仔细。放心吧，师傅，咱们肯定拿第一。名次不是拿给别人看，技术跟得上，效率才能提起来。精益求精，是因为我知道，只有这样，才能把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。梁工，目前数据有些偏差。每一次他们叫我梁工，我都感觉沉沉的责任落在肩上。这是我们要攻克的核心问题，请大家马上重新数据核算，丝毫不能有偏差。港座大桥建成了，越港澳大桥。变化的是时代，不变的是精神。我们一代又一代劳动奋斗，为了家，为了国。导演，这个剧本真的好，谁写的？这剧本不是某一个人完成的，新时代就是最好的剧本。正好便利物，让脚步更无拘无束。命运该不该重复？挑战能不能改变？希望满胸怀闪耀着尊严，心中不再彷徨不安。每一步都是追逐，我将穿越翅膀在天空摇龙飞凤舞，许下的诺言句句算数，每一步都是礼物，是在沉默中体会甘苦，每次迈出都是生命跨度，所有的梦都大展宏图。江河是向海的路，每个浪花都向往速度，阻拦的礁石正好变礼物，让脚步更无拘无束。探索是梦的地图，千万风景都需要征服，沿途的种子慢慢的成熟，等待是生活的艺术。每一步都是追逐，自己的高峰自己建筑，翅膀在天空摇龙飞凤舞，许下
我是韩丽萍，我出生在一个航天家庭，我爸呢是一名航天人，受他的影响呢，毕业以后呢，我就进了工厂，当了一名航天洗工。我是马凌瑞，从小我就听我妈跟我说，航天人特别能吃苦，特别敢创新，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份非常光荣的职业，我也很幸运，我们一家三代人都能为航天事业做出一份自己的力量。韩大姐呢，据我所知是一个为工作会拼尽全力的一个人，好像您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，说航天产品只有两个成绩，一个是100分，一个是0分。因为这个航天产品的这种特殊性啊，就是所以要求呢，就是我们要树立这种就是零缺陷的意识，不能把任何的隐患啊，任何的细微的差距呢，带到我们的质量过程中。生活当中的宁瑞妈妈是一个怎样的妈妈呢？反正我从小就觉得她一直都特别忙，就是我小的时候每次基本上就是我醒着的时候她已经上班走了，然后等我睡着了她还没有回来。作为母亲会不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亏欠孩子？说句心里话，其实还是很愧疚的。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啊，每天上学的时候呢，别的孩子有妈妈去送，因为我这个工作很忙啊，这种基本上是很，是一种日常的状态。他呢就只能自己定好闹钟，调好时间，自己出门。从小到大。遇上下雨的时候呢，别的孩子有妈妈接，啊，他就有时候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大晴天，他也在自己的书包里放一把这样的伞。呀，那个时候看见他小小的背影，然后那么大那么重的一个书包，你说不心酸是假的。我是真没觉得就是以前有什么过得不好的什么地方，就是我真没觉得他欠我什么，我就觉得我就是挺开心，就是那样就长大了。在我心中您就永远跟这束向日葵一样，是最阳光、最坚定、最美丽的航天人。镌刻之名，礼赞劳动美，致敬创造者。有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突出贡献者奖章获得者，天宫二号总设计师朱宗鹏。造一座梦想的天宫，让中国人将来可以到更深的宇宙中去。有请最美科技工作者，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梁建英。我们将用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悬浮列车刷新中国速度。有请全国劳动模范，北京市勘察设计院总工程师周宏磊。工程建设
勘察先行，为城市大地把脉定向，用匠心筑牢城市根基。有请全国劳动模范、城市轨道交通列车通信与运行控制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郜春海。坚持自主创新，让轨道交通线路越来越安全化、数字化、智能化，是我终身奋斗的目标。有请全国劳动模范、山西航天清华装备有限责任公司数控铣工韩丽萍。不放过一毫一厘，是我的职业精度；一毫一厘不保留，是我的人生态度。摘星揽月，四海通达，这一个个闪亮的印记，凝聚智慧之力，共绘时代蓝图。别让乌云遮住了天空的蓝，别让命运遮纹眉间的窗，别让黑夜都落在你的臂弯，让我来与你作伴。肆意的追着吧，有你目送就不算落单。每当我悲伤过，也被暴雨淋过，你明开出花朵，就让它生长着。愿小小小的梦，不怕赤脚追风，就再勇敢跨好，伟大的泪晴空。你灵魂宽阔，有温暖做脉搏。我觉得无论做什么职业，只要用心就是有意义的。每一份快递都是在传递着希望和快乐。就肆意地追逐吧，有你目送就不算落单。每当我悲伤过，也被暴雨淋过，你应开出花朵，就让它生长着。燃烧小小的梦，不怕赤脚追风，就再勇敢跨好，伟大万里晴空。你灵魂宽阔，用温暖做脉搏，你繁星呼唤我，你心中有闪烁。送好每一趟货，开好每一趟车，这就是我想要的工作。命运深处涌动着更多浪漫，梦想破土生长更多答案。繁星背后太阳已开始绚烂，谢谢你与我作伴。从西起东输到南水北调，
从全面小康到圆梦冬奥，每个中国奇迹的背后都凝结着无数劳动者经年累月的勤勉奋斗。小到一枚螺丝钉、一根电缆的打磨，大到大国重器的锻造、中华文明的传承，亿万劳动者用勤劳的双手践行着劳模精神、劳动精神、工匠精神，这些精神如春风化雨，滋润万物生长，美好幸福生活。
跨越漫长时光，我们相遇在雕梁画栋间，在青砖灰瓦前，匠人与木，每一次尝试都是一场对话。红木沉香是历史的低吟，精雕细琢是匠心的前唱，一榫一卯博采天地灵气，一色一釉雅集古今精华，融入血脉的文化自信，在五千年的时光纵轴上熠熠生辉。文化之旅，传承之路，以心着物，从爱出发。唱歌时的呼吸，拥抱时的双手，因为触碰心灵而感动，从心跳穿过眼眸，变成了问候，疼过的心都感动。我要你清楚地看到，梦是多么的重要，从未忘记那个最初真的我，即刻出发，让我唱起这首歌，感受快乐都将为你找到出口，毫无保留。每次想你时候，都灵犀上头，哦，无论距离多远或多久，因为爱学会保留，也因为承诺放下虚荣出发。我要你清楚地看到，梦是多么的重要，从未忘记那个最初真的我，即刻出发，让我唱起这首歌，感受快乐的结尾，这一刻我等了21年。一个时代的开启，翅膀的挥动，无论逆风顺风，从雪飞燕到雪游龙，我们圆梦冬奥，一起向未来。谷爱凌做出了一个自己都难以置信的难度，武大靖率先冲过了终点。我要你清楚地看到，梦是多么的重要，从未忘记那个最初真的我。来啊，梦是多么的重要，从未忘记那个最初真的我，即刻出发，让我唱起这首歌，感受快乐都将为找到出口，我毫不保留。
时代展开新的画卷，足迹踏过万里丝路山水间，东方传奇屹立世界眼前，雄浑飘逸再创一个千年。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、冬残奥会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精彩，留下了太多的感动。我们可以复盘一下吗？因为比赛的很多场景会突然再次浮现在我们的眼前。男子短道速滑1000米的决赛那天，让大家真的是紧张了一把。其实给我们搭建了这个场地，观众们其实也很紧张，还是按照之前旅行的这个战术去滑的。我和文龙我俩做这个来消耗对手，我们一顿就是等于用东北话讲叫跟他们抗衡，死磕到底。对，跟他们撕吧这意思。然后对，其实后来冲刺完然后之后，大屏幕上出现那个已经成绩公布了，我们觉得哎这个心放下了。其实就是在第二枪的时候，开枪的时候真是没有反应那么大，但是其实可能两三圈过后，就是突然就感觉整个人身体就已经一点力气没有。然后但是金哥也是在前面嘛，然后有我们那个经典的动作就是交接嘛，我就听我大哥在后面说走吧。这是让很多人都破防的一个瞬间哈，大家都看到了。当时就感觉就是突然给我蓄上电了，就那种感觉。这是在那个比赛的过程当中直接充电，对，充电器。其实最后几圈吧，也是真的就是一个意志在滑吧。中国短道速滑队是我们是非常有传承的一支队伍吧，就是拼到最后团结一心，这就是我们中国短道速滑队的传统。其实不光是我们这一代，我们前辈给我们铺的路。包括我们的后一代，我们都会是这样的一个传统。所以说就像网上说的，你可以永远相信中国短道速滑队。我们永远相信。我记得好像在其他的比赛当中，紫薇也跟大靖说过，你放心，我会尽力帮你的。对，我上一届冬奥会的时候他就说过，上届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时候，过年那天我们从那个奥运村里面，在食堂里面拿了几个饺子，拿了两杯饮料，然后拿了两个冰淇淋，我们几个人就这个年就这么过了。然后当时他们就说我保你，你放心吧，我要进决赛我只能保你。站在奥运会的赛场上，真的就是不是说谁拿第一，就是说中国队赢下来，就是大家都是这样一个想法，为国家荣誉而战。所以紫薇在走上领奖台的时候有一个小动作也感动了国人。获得第一名的是中国运动员任紫薇。真正站在领奖台上，可能小时候啊有无数次幻想这样的一个情景吧，但是真正自己站到最高领奖台上，看着国旗高高飘起，就是在国歌奏响的那一刻，就是没有其他想法，你的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流。其实就是我觉得紫薇说的很全面，我们觉得感谢祖国，然后我们能做的就是让国旗升起，让国歌奏响，我们在赛场上也会拼尽自己的全力。不管是紫薇在赛场上的拼尽全力，还是大靖在赛场上为紫薇挡住一片风雨，体现出的这样一种浓浓的团队意识，我们能感受到的是他们内心深处的一份家国情怀。他用冰刀肩负使命与担当，他为每一场比赛全力拼搏，
他是身怀绝技的钢铁悍将，他是疫情之下挺身而出的凡人英雄，他是勇担重任的冬奥场馆建设者，他是提升技能产业致富的带头人，他是雕琢时光的大国工匠。以镌刻之名礼赞劳动美致敬奉献者，有请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突出贡献个人称号获得者，中国短道速滑运动员武大靖。我会坚持梦想，全力以赴，做冰场上所向披靡的冰上飞人。有请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突出贡献个人称号获得者，中国短道速滑运动员任子威。厚积薄发，超越自我，永远做赛场上强大而可靠的飞象。有请全国劳动模范七一勋章获得者，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汉工艾爱国。汉发不息，初心不改，实现高技能人才的传承是我的责任。有请全国交通运输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最美职工龙兵。我是一名货车司机，也是一名退伍军人，在国家有需要的时候，我始终是冲在最前面的兵。有请北京市劳动模范冬奥场馆雪飞燕雪游龙建设者代表罗晋。我们有能力有实力创造更多中国建设奇迹。有请最美职工中国建筑新疆建工乌麦尔库尔班。我将带领少数民族务工人员学习技术，书写产业致富的新画卷。有请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称号获得者，精作传承者刘更生。我愿意用我的双手让中华文化发扬光大。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，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，这一个个闪亮的印记彰显奉献之力，奏响时代强音。
自强不息，永远在你心中。加油干，一起奋斗，做先锋，无上光荣。工人就要当一个好工人，我这一辈子离不开这个岗位，只要国家有需要，我就会一直干下去。我喜欢鲜花，但我更喜欢美丽的汉花。全心实干，分秒必争，不畏挑战，勇于突破引领，加油干，一起追梦。条条电网如同脉搏，架通千家万户。电力工人就像是把脉问诊的医生，全力守护地区百姓的光明与温暖。不息，不断在你心中，加油干，一起奋斗，做先锋，无上光荣。幸福不会从天而降，美好生活靠劳动创造。新征程上，亿万中华儿女齐心协力，埋头苦干，勇毅前行，开创未来。征途未有穷期，奋进永不止步。秉持创新的思维，拥有实干的魄力，怀抱坚定的目标，这就是新时代劳动者的形象。在奋斗中愈显清晰，在拼搏中更加鲜明，让我们一起携手共进，筑梦未来。清晨的眼里飘着云彩，追着山海跑，你是
想在哪里遇见未来，陪你去寻找。爱的执着，梦的憧憬，听见彼此心跳。我想遇见的未来就是你，不负韶华今朝。天南地北的乡愁，在这里重组，笑一笑掉。弥漫的美在翠绿的竹林间，节节拔高。无论城市还是乡村，不经意邂逅曼妙。平凡的日常，朝花夕拾，与温暖相交。想遇见未来，未来是你，想遇见未来，未来就是你。我的追求，你的可爱，一起向前奔跑。向着美好春光，一路花开，遇见未来真好。向着美好春光，一路花开，遇见未来真好，真好。一起走到舞台中央，聚光灯打在所有人身上，这一切来的就像梦一样，青春在路上。你的美好未来还远吗？快把那双新球鞋穿上吧，这儿有一张未来入场券，快一些跟上吧。这一代有更开阔的视野，更宽广的天地，这就是新时代中国青年的力量。牵起手吧，一起往前走，偶尔追命苦牛儿。Thank you.
我看见机器在深夜里醒着，重型卡车打着灯光的手语，木叶清苦，片片落满煤、石油与钢铁。我看见星辰在天上发出多年以前的光，园区夜晚亮如白昼，忽略节气，排班表上的睡眠汇入国民统计数据。我看见一朵兰花矢车菊站在自己的腰上，嗅着无论何种空气拼了命的绽放。想起年轻时他摘下安全帽，头发就流出来，地球就往左边稍微倾斜了十分之一毫米。我们相伴，我们相守，时间很慢，思念很长。月亮升起于夜空，照耀着分拣场地。这郊野的中心，在城市的睡眠中忙碌如春耕。他时常产生错觉，自己像一名舞者。千万个快件奔跑着来看他的演出，每一次俯身都是与观众互动。当他看到那些不同的家庭地址、不同封装的包裹，他就平静下来。有女儿给父母寄的异乡风光，有妻子给丈夫编织的家庭温暖，有妈妈给新生儿购买的成长喜悦。流水线上的快件依次赶来为他鼓掌，这人生旅途中最美的舞者。这世间有许多电子、粒子、高分子，我们的肉眼看不见，必须加持智慧的滤镜和智者的情怀，方能看得清楚。在我看来，聚合车间是一所哲学殿堂，聚散离合只是一种相对运动，分分合合，合合分分，就构成了某个时代的精彩绝伦。而无数次壮烈的撕裂，只为一次完美的团聚。沿着光和热出发，就是穿过农业、工业、城市、乡村，就是穿过机械、电子、数字化，就是我来了，从生活的深处走向生活的下一个拐点。时间正在衰老，而我正变得年轻。山野道里的灯，我是孩童啊，走在你的眼眸。你是明月清风，我是你招风的梦。见与不
全都一生与你相拥，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，愿你所愿的笑颜，你的手我蹒跚在前，请带我去明天。如果说你曾苦过我的甜，我愿活成你的愿，愿不忘啊，愿勇往啊，这盛世每一天。有条件也上，没条件创造条件也上。人活一辈子在这个世上来了很短暂，走了，可是你总要给社会留点东西，给后人留点东西。你是岁月长河，电话星火燃起的，我们梦想就是我们航天事业取得更大的成就。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国防，就没有发言权。作为驻村第一书记，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，不获全胜，绝不收兵。健康所系，性命相托，是医者的初心。哪里需要我，我就去哪里。我这个终身愿望就是发展杂交道，造福世界人民。我要把他们送出大山，飞得高高的，飞得远远的。我愿活成你的愿，愿不忘啊，愿成功啊。山河无恙，烟火寻常，可是你如愿的眺望。孩子们啊，安睡梦乡，像你深爱的那样康。而我将梦你所梦的团圆圆，你所愿的永远走，你所走的长路这样爱啊。我也将见你未见的世界，写你未写的诗篇，天边的月，心中的念，你永在身边。而我将梦你所梦的团圆，愿你所愿的永远，走你所走的长路，这样的爱你啊。我也将见你未见的世界，写你未写的诗篇，天边的月，心中的念，你永在我身边。与你相约一生清澈，如你年轻的脸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作为咱们国家自主研发、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电技术，华龙一号已经成为了中国的一张新的名片。今天我们请来了华龙一号的总设计师邢继邢总。中国核电技术从零到一，我们走过了43年的时光。这43年的时光里啊，从过去的跟跑，到后来的并排跑，再到未来的领跑，三代人为此付出了心血和努力，这背后有太多动人的故事和激励人的精神。邢总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？当我们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我们的老师们，也就是我们的第一代核工业者，他们是我们非常敬佩的偶像。他们通过自己为国家的这个铸就共和国的安全基石啊，做隐姓埋名人，而干出了真正惊天动地的事情。大亚湾的时刻，那个年代中国在核能技术领域应该说是还是非常底子非常薄的。到2027，国家把它定义为这个4个自主化的依托项目，
那么第一个自主化就要求在设计上实现自主设计，当时一些法国专家共同跟我们参与了我们这个设计。在这个项目建设的过程当中，因为采购的需要，我们更换了一些设备的厂家，说这样的一个变化可能对工期产生的影响至少一年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的设计团队他们夜以继日的开展工作，如期完成。是的，一天都没有耽误。完成整个工作以后，我们进行了总结，法国专家说你们完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按照他的话说 unbelievable，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。当我说完的时候，我们的团队大家都流下了眼泪。我想正是因为大家有一种信念，我们自己面临挑战的时候，我们勇于去面对这种挑战，它本身背后就是我们核工业精神的一种传承。我们华龙一号的研发也经历了将近20年的时间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更多的是我们称之为第三代年轻的核工业人在承担研发的主力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的研发年轻的研发团队他们就盯在试验的现场，困了累了就地躺下休息一会儿，他们把目标定位在世界上最高的目标上，就是强核报国，创新奉献。就像我们的华龙一号的名字一样，中华复兴巨龙腾飞，我们期待着中国核电人从并排跑到领跑那一步的伟大的跨越。我坚信这一天一定会实现。他铸就中国核电新名片，他是90后 AR 行业领军者，他用行动传递爱和温暖，他是吃苦耐劳的最美汉花，他排除万难，守护千家万盏灯。以镌刻之名礼赞劳动美，致敬追梦者。有请全国劳动模范、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获得者、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。科技创新永无止境，我会继续奋斗，为核能造福社会而不断努力。有请全国5亿劳动奖章获得者、90后 AR 技术研发者石小刚。坚持从0到1的突破，让中国的自主创新在更多领域引领世界。有请全国劳动模范、全国5亿劳动奖章获得者、快递小哥张艺彪。每一份快递都是一份责任，我会用心传递每一份美好祝福。有请全国劳动模范、首钢技术研究院用户技术研究所焊工刘红。我愿意用手中焊枪创造出更多的奇迹。有请全国劳动模范、国网北京昌平供电公司电力工作者王月鹏。电力人的承诺就是不辜负老百姓的信任，传递光明，送去温暖。千帆竞发，百舸争流，这一个个闪亮的印记铭刻拼搏之力，续写时代新篇。
件事做到底，有这种精神，就可能做出新的成绩。新时代要新想法，新时代要新发展。你的知识的积累啊，经验的积累到一定程度的话，什么事情我想都是迎刃而解的。站北绿色行，行行都能出状元。我们要奉献，必须懂知识。我们要提高效率，必须靠科技。从中国速度到中国质量，亿万劳动者汇聚起壮阔东方潮，奋进正当时的豪情壮志。劳动最崇高，奋进的号角已经吹响，亿万劳动者走过奋斗百年路，昂首新征程。劳动最伟大，新时代每一个追梦者的姿态都将挥洒着中国梦的色彩。劳动最美丽，新时代每一滴劳动者的汗水都将浇灌出劳动美的未来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，同心同德，顽强奋斗，乘风破浪，扬帆远航，奋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，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，不懈奋斗。